监察委员黄宝石的丧礼是从今天上午7点半钟起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家祭，8点半钟由张宝树、古正刚、万耀煌和黄少谷等覆盖党旗国旗，总统也特别颁发了提着进退流芳四个字的挽匾，表扬他对党国的贡献。参加公祭的有监察院、湖北同乡会、北大同学会和台北市议会等单位，严副总统、谢官生院长、蒋副院长等也曾经前往吊祭。黄宝石委员的灵车在今天上午10点钟起灵到台中，下午3点钟将由台中市各界公祭，下午4点钟安葬在台中市示范公墓。黄宝石委员生前收藏的一些名贵钱币今天同时展览，纪念已故的黄宝石委员。